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中的基础数学，其中单元是数系与数。首先，我来介绍这个单元里面的教学的目标。在知识部分，我们希望同学能够认识什么是数系，还有数系的符号。 数的运算跟数的表达的方式，有关于技能的部分，我们希望同学能够熟练数的等式跟不等式，什么是等式，什么是不等式，而且能够正确地使用数学的符号来表达一个集合。有关于我们教学的，希望同学能够培养的态度是有培养研究的精神，我们。 依据我们的已知的条件，很勇敢的去推演我们自己能够得知的未来的算式，这是我们的教学的目标。那么，我们下面我们要准备介绍我们整个单元的大纲的部分。有关于我们这个单元里面，我们主要的是来介绍的是数系的符号。什么是数系？ 如何来表达不同的数系，以及不同数系的定义，还有数的相关的运算跟相关的规则。呃，还有的话呢，就是有关于跟数有关系的、跟数系有关的集合的相关的性质跟定理。那么，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数系的范围。 首先，我要介绍数系。数系是一堆数所成的集合，我们习惯把它用的用一个符号来表达。现在，我们来看一看最简单的一个数系的符号啊，有关于自然数 n。这个 n 的话呢，代表的是什么呢？Natural。 是代表的是自然，它是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直到无限大，它所成的集合。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，这是很早期、很早期了啊，就知道的一个数系，它是有最小的、最小元素的这个元素最小的是一，它有没有更小的呢？没有。那么我们称这个是自然。 因为它是最自然的。那么下一个，我们来介绍第二个数系常用的呢，是有关于整数的部分。整数的话呢，在早期的话呢，我们是 integer，我们采用的是 i，因为这个 i 可能跟一、e、常常会有混淆的问题，所以把它改成 z。z 这个。 这个是叫做整数，整数它不但是自然数，它不只是自然数，它还增加了好多好多的数字。自然数是从这里开始起算，自然数，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么它还有它所有自然数的相反数，负一、负 2, 负二、负三，还增加了什么？零，这是一大突破。 有一个零的这个数字，那么这个就是整数。再来，我们介绍的是有理数 c u o t i e n t 我们采用的是 Q 作为我们的开头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表达方式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知道有理数是怎么表达的呢？ 有理数就是 p 分之 q 的模式。这个地方 p 分之 q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注意我们的集合都是用一个什么呢？大括弧。那这边我们写 p 分之 q，代表的是这边有有一个一个一个分隔的线，分隔的线代表的是后面是形容前面的，它在解释前面的模式。这个地方是 p 分之 q。 代表的是这两个都是什么呢？属于 Z 是整数。注意的是说这个地方分母不回零啊，分母为零就没有意义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很常用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画的,的分隔开来，这是什么模式？后面是形容前面的，这是一种集合的表达方式。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q o i n 这个叫做有理数，范围就更大了。它又比这个我们所知道的整数的部分，好像还要更多。那么现在我们目前所能够讲解释的，就是呢所知道的最大的数系是实数。再往上面的话呢，我们比较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复数。 complex 的啊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先先做到这边，叫做实数 real。real 的话呢，是指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能够写得出来的数字都是实数。可是实数有什一些什么样的性质呢？我们后面会慢慢的来讨论。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呢，要介绍这几个数系之间它的关系是什么。 现在我们来看看数系之间的关系。那各位同学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地方最小的是谁？n n 代表什么呢？这边这边是什么呢？这是自然数。自然数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包含于，包含于什么呢？包含于整数。它整数的话呢？ 比自然数还要更多，多多出哪些呢？多出的是负的，还有一个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有理数。有理数的意思就是能够，只要能够写出来，它是几分之几，上下都是整数的情况，就是有理数。那么有理数又比整数要更广泛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解释呢？ 比如说任何一个整数，即使比如说是二好了，二可以把它写成什么？是不是一定可以把它写成一分之二？也可以把它写成二分之四，也可以把它写成三分之六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整数它在有理数的范围之内。再来看最最大的最大的是什么？实数。 那么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的符号中间的符号是什么？这是包含于，包含于，包含于，千万不能写成属于啊，属于是不对的啊，这是不对的，属于是元素跟集合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这个集合对集合而言，我们只能用包含于来表达。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所知道的。那这一个，这一个。 是叫做有理数，这叫做实数，它有很有趣的性质，我们在后面来介绍。有理数的性质，有理数的话呢，具有稠密性。各位同学知道什么叫稠密性呢？稠密性的意思就代表它非常非常的密。什么叫做稠密性？我们能不能够讲的比较？ 具体一点呢？它具有稠密性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能不能够解释的比较清楚呢？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叫稠密性。稠密性就是说，只要有两个走有理数，各位同学看啊，这是一个有理数，这是一个有理数，两个有理数之间是不是至少也一定有一个有理数？因为两个相加，两个相加除二，是不是一定也是有理数？ 那我们来想想看啊，这个地方中间有有理数，这边两个中间是不是一定也会有有理有理数？两个中间一定也会有有理数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，有理数是不是非常的密，非常的密？那么这条线叫做什么呢？实数线啊，这是实数。这个实数的线，这个有理数的话呢，是不是有理数就是实数呢？ 这答案不对的。其实实数的话呢，实数就是像是我们我们要怎么形容实数？实数是连续的。那么有理数有没有连续呢？看起来有连续，其实是并没有。它实这个有理数跟有理数之间，其实中间充满了一堆的漏洞。实数的话呢，是具有连连续性的。它是怎么什么叫连续呢？连续就是一笔画，中间都没有断的。 那不连续代表的是中间可能会断掉。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，虽然有理数具有稠密性，密归密，但是中间充满了漏洞。那这个漏洞是谁呢？漏洞就是无理数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再次的解释，有理数跟无理数合在一起才叫做实数。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无理数。 似乎还比有理数还要更多。这个地方是在数论里面会提到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做，没有做详细的一些解说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，有理数是具有稠密性的。那么实数呢？实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实数具有完备性，这个完备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没有完备性。 我们在微积分里面是很多的定理是没有办法能够达成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。这个地方要非常的注意的是完备性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听听看我讲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，稍微稍微要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什么叫做柯西数列？柯西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数学家，我们纪念他。 所以就取这个名字。柯西数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，呃，一种数列啊。其实这个数列说的比较清楚一点，就是它是收敛的，它会越来越靠近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列。这个数列叫做无穷的数列，一种点点点点点。那么我们希望的是，越后面。 两两相邻的数字，就比如说，像是这两件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，跟后面这两个数数字的差，我们希望怎么样？越来越靠近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一第一个点跟第二个点，第三个点，第三个点跟第二个点之间的话呢，我们希望要更靠近，更靠近，更靠近，它是越来越靠近。而且的话呢，我们还会出现持续的出趋趋近一个数字。 也就是说，它是极限是怎么样的，是存在的。那么我们就讲了，什么叫做完备性呢？Completeness 啊，这是这是非常的完美的，完美、完备、完美的意思就是说，实数上面任何的一个柯西数列，只要是任何的一个柯西数列，它的极限仍然是在实数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具有封闭性。 所有的柯西数列，随便找一个柯西数列，它的极限都会落在自己的内部。那么，同学可能听不懂，那我们来解释一下。下面，什么叫做有理数呢？有理数，刚刚我们具有稍微解释了一下，它具有什么稠密性，但是它没有完备性。来，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这个地方很重要。那同学看一下这个例子，你们都知道。 根号二大约是一点四一四，然后它是一个无穷的小数。来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，第一个啊，一点四，一点四一，一点四一四。随着这位数的升高，我问各位同学，这个是不是越来越趋近于根号二？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们之间的距离，这个差多少？差零点零一。那这个差多少？ 这个差零点零零四，这个是不是越越差越小，距离越来越近？所以它这是一个什么数列数列嘞？柯西数列。这个是一个柯西数列。那么，请问一下，它有没有收敛到有理数？它没有收敛到有理数，是无理数。那各位同学说，这为什么是无理数？等一下，我来解释根号二。 确定是无理数。这个的话呢，是在呃西元前六世纪的话呢，还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悲剧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里面的问题啊。有理数是看起来稠密很密，似乎是充满了整个数线，其实也是充满了非常多的空隙。这些空隙是谁所造成的呢？无理数插在里面。 那么微积分里面的话呢，它没有办法建立在有理数的范围，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连续性，我们一定要具有的是什么呢？实数的完备性的一个范围之内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后面的话呢，呃，所有所有的微积分的定理啦，都建立在各位同学都知道实数。 我们都哈都要在实数。如果说是建立在整数的部分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去做的，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连续才可以微分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后面会介绍。那么我们再往下面来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毕式定理。为何称为毕式定理呢？因为这是在西元大约前六世纪左右有一位。 非常厉害的数学家叫做毕达哥拉斯，他的话呢，跟我们呃中国的商高定理里面发现是差不多的。那个时代的话呢，大概是在呃春秋战国时代哈，春秋的时代，孔子生活的那时代，那个毕达哥拉斯也是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话呢，他创立了一个学派。 毕式的一个学派，那非常非常的权威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受受人尊敬。那么他发现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毕式定理，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之中，两股，这是 a，这是 b，两股的平方和开根号，将会是这个三角形的斜边的长度。 这个发现的话呢，是当时的话呢，是非常非常的，呃，让人觉得非常的伟大。可是，在那个时代，毕氏的学派的话来说，他们是并不知道是有理数之外还有什么数。他们认为有理数就是最多的数字了，就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数系了。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什么数字还会在有理数之外。 那么他有一个学生叫做 c i p p a s o s 他发现了什么呢？他们，他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，他去计算根号二的值，他发现，哎，这边的话呢长是一，1, 这个长是一，那这是不是就是根号二？结果他发现，哎，根号二永远没有办法变成几分之几哦。 他没有办法写成有理数的格式，于是他就非常非常开心的跑去找谁呢？找去找他的老师。结果他的老师的话呢不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挑战了他的权威。他们当时认为这个的话呢是深信不疑，就是有理数是最大的一个数系。那么竟然会有人去挑战他的权威，当时还判了。 这个叫做 c e p a s o s 的淹死的一个刑罚，那么这是一个悲剧。那么也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当时这么早以前的话呢，他们并不知道有理数之外还有一些无理数，而且这个无理数还非非常的多。那么我们再来往下面来介绍，那么这个根号二为什么是无理数？ 等一下，我们也会给各位同学解释。我们这个地方还要介绍的是常常用的符号，叫做绝对值的符号。绝对值就是一个采用栅栏，一个数字加上了一个两条线围起来的，我们就称为绝对值。那么什么是绝对值呢？就是正的，它还是正的。 负的呢，也是正的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定才会比较方便呢？我们就这样定，要分开定。如果说 x 是本身是大于等于零的，那么有绝对值没绝对值都没关系，是不是就是相等？再看这个，如果 x 是负的呢？负的我们就给它再加一个负号，这是不是就变正的了？ 这个本身来说，这是正数哦，这就所以我们定的是这样的定的，就是只要让它变正的，无论如何就是正的，负的也变正，正的还是正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，绝对值它在几何上是很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在这个数线上，我们来看，这个是实数啊，实数实数的的数线。 那么我们看 x 的绝对值的意义是什么？x 不论是左边零的左边还是零的右边，x 的绝对值的意义通通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到零之间的距离。那么我们可以引申的来说，如果说是 x 减 y 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的是 x 到 y 的距离。 不论 x 跟 y 谁大还是谁小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表示。不论它是正的还是负的，通通都可以使用两数相减加一个绝对值，就代表的是距离的意义。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，在实数之中的话，我们还需要一些呃常常用到的工具。 就是实数中的集合的表示，我们时常使用是哪一种表示的方法呢？我们采用的是 interval，叫做区间的表示。什么叫做区间？区间的话呢，是代表的是一段区域。那么我们定义什么叫做开？这只是一个定义而已。open 的，open 的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圆形的。 这个是两头都是圆的，注意的是圆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符号是这样子写的，x 在实数的范围之内，比 b 小，比 a 大，但是不包含在 a、b 的两个端点，是这样子的。各位同学看右边的图，它代表的是这一段的区域，但是扣掉这两个点而已哦。那这个地方是。 无限的靠近 b，但是它永远到不了这个 b，这边是永远到不了 a，它是无限的靠近的 a，我们就称这个叫做 open interval，就是开区间。那么第二种，第二种的话跟开区间有什么差别呢？这是 closed，所谓的闭区间。闭区间与开区间的差异在哪里呢？在于 等于这边有一个等于的部分，那么我们的图形是这样的，它跟开区间几乎完全一样，但重点是在这边，它包含了这个端点，它包含了这个这两个端点，我们就称这个是 c l o s e interval，它是一个闭区间，含端点。那么有没有中间呃两者之间的呢？有的。 半开半闭的，那么我们不要问它是半开闭还是半闭开，我们就直接就这么用符号来表达。圆的代表的是没有，是空心点；实心的代表的是这个叫做呃呃中刮虎代表的是实心点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左边 A 的话呢是空心，B 是实心。来，图是这样子看的。 哎，A, 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空心，这边是实心，因为我们这边，这边是方方的，这是圆的。再来看最后一个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也差不多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左边是实心，右边是空心。所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在实数之中哈、啊，常常需要表达一个区域，它的这个集合是连续的集合，我们都是用的是。 很喜欢用的是区间的方法来表达，这样的表达方式不是不行，而是说这样的表达方式是比较麻烦。那么这样子来表达非常的简单，又容易又方便。那么我们在实实数之间、啊，哈，这个集合有的时候一边会到无限大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写法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在区间之中间啊。 有的时候的话呢，会出现的是无限大的状况。那么我们现在注意这个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叫做 infinity，它是无限大的意思。它代表的是我们一个概念，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。比如说，像是在 a 的右边，我们全部都要。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射线。 那么由 a 开始到右边都要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a 是什么呢？这边是方刮弧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它包含了 a 这个端点。那么这个 infinity 的话呢，它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圆刮弧，因为方刮弧代表的是它是一个固定的点，它有它有含的那个点，但是 infinity 它是本身来说，它是一个概念。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圆的，还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无限大的这个数字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情况，如果说是 a 是圆的，那这个地方无限大，由 a 起算一直到无限大，a 不要包含这个点，那就是这样写、这样画的。那么这样画的,的话呢，就就是我们就知道这边是一个由 a。 呃、不包含 a 开始哦，往后右边走这条射线。左边呢？左边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左边这边负无限大，a 我们的话呢，区间的符号的表达也很重要的是，一定要这边一定是在落在左边，这边是一定是在右边的。a 在右边，有没有包含本身 a 这个点呢？没有，所以它是一个圆刮弧。注意的是。 这边是无穷的延伸，所以我们这边要用的是圆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加一个负负无限大。那再过来，这边是负无限大，注意啊、哦，这边也是一定是圆的啊，这不可能是方的。那这边是圆呃方的，a 是方的，那代表的是包含 a 这个端点，它无限的往左边靠近。好，那么。 这是我们在实数之中常常需要用到的集合的表示。我们常常的话呢，常常的话呢，要表达一个实数上面的一个区域，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个例题，让各位同学熟悉呃区间的一些操作的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。第一题是说，A 是一个 B 区间。 它由负一到五，我们怎么看呢？我们是这样看的啊，负一到五这是一个区域，然后是这边是负一到五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 B 区间，所以我们的区域是它是有含端点的。再来看 B，B 是由二，二在哪里呢？二在这边啊，二在这边，二到八。 二这个这个点，它是一个空心点，八是一个实心点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它的交集是怎么写的？交集是不是由二到五？中间是采用的是左边是空心点，右边是实心点。那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把答案写下去。那么连集呢？连集的部分是。 两个部分连在一起，通通都要是由负一开始走，走到八这个中间，通通都在我们的范围。那么负一注意的是，它是有含端点的，八也是含端点的，所以他们是用的是中瓜弧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答案写下去。再来一个，第二题是。 a 它是由负无限大到五，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去表达呢？是这样的，五负无限大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去表用任何一个点来表达，我们就用一个箭头。那五的话呢是怎样的呢？它是实心的点，我们就用实心的点来表示。第二个 b 是由零。 零到无限大，零是空心点。那么我们看看交集是怎么样，交集的位置是不是就是这一块？由零到五，然后零是空心点，五是实心点，所以左边是圆刮弧，右边是中刮弧。好的。 那么下一个题目呢？连集，连集的部分是通通都要的。那么我们发现，整个通通都被我们包含进去了。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怎么写呢？我们这边可以写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，其实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整个实数，它就是整个实数。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也可以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让我们练习熟练了区间的跟集合之间的操作的方式，实数的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。再来看看我们在数论的地方，我们要了解的是根号二为什么是无理数。根号二这个数字，让我们回想一下，有理数具有。 稠密性虽然它非常的密，两个只要是有这两个呃无有理数，它只要就算它再怎么近，中间都还会夹一个有理数，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密。那么可是密归密，但是中间还是好多的漏洞。漏洞在哪里呢？漏洞就是出在于无理数。那么随便讲一个根号二、根号三、根号五、根号七，这些都是无理数。 问题是为什么它是无理数呢？那么我们呃回想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在后来虽然说呃这个毕达哥拉斯的学生的话呢，当时的话呢是发现了根号二是无理数，触怒了他的老师。可是我们在后来的是欧几里得的话呢，他当时是。 呃，有一个明确的证明，证明它是无理数，采用的是反证法。那么我们就来用它的方法来给各位同学看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假这个要用反证的方法。第一个第一步啊，怎么做呢？假设它是有理数。假设它是有理数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怎样？p 分之 q。注意的是什么？ PQ 要互指这个很重要。这个 PQ 互指是代表的是说什么叫互指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，互指的意思就是说，P 跟 Q 这两者之间不能再对消了，没有共同的因素了。比如说，像是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像是多少呢？比如说，呃，呃，六分之四。 啊，那这个就不是互值了，因为它可以再怎么样，再把它改成三分之二。3, 我们希望它是变成了互值的状况啊。那注意的是，它已经先要先要假设它是互值的。好，如果互值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假设它真的可以把它写成这样，那么我们现在两边一起平方，看看会怎么样。两边一平方，根号二一平方就会变成二。p 平呃，这个 p 分之 q 这两边一起平方。 好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把这个 p 平方这个这个字啊乘过去，于是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第一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是什么？q 平方就是二 p 平方，这乘下去没有问题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结论告诉我了我们什么呢？请问一下，这是这是右边这是什么？这是偶数。 二 k 平方，二 p 平方，只要乘上一个二，都必然是偶数。那么 q 呢？我们要说的是，偶数的平方才会偶数。如果是奇数的平方，它一定是奇数。比如说三三得九，五五二十五，七七四十九，是不是奇数的平方它还是奇数？只有偶数的平方才是会偶数呢？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？q 是偶数。 这个我们把记记录下来啊，这个 q 偶数，这个我们得到这个结论。好，如果 q 是偶数，那么是不是 q 一定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提出一个二？既然是偶数，那么它又是整数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q 是二 r，r 是它的另外一个数字。不论它是偶数还是奇数，无论如何，它都可以把它写成两倍的某一个另外一个数字。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结论准备怎么样呢？带到这个这个地方来，我们把它带进去，q 等于二 r 带进去。来，我们看看它的什么是怎么写法呢？q 二 r 带进去以后，各位同学看，q 是二 r，把它带进去，二 r 的平方是等于二 p 平方。这边我们把它展开来，四 r 平方等于二 p 平方。 我们发现这里有四，这里有二，是可以对消。这个二消掉以后，这边是多少呢？是二。所以 p 平方等于多少呢？二 r 平方。注意的是，这里是什么？这是偶数。那么 p p 呢？p 当然就是偶数。我们跟的理理由是一样的。这是第二件事情。来，我们看由一到二怎么样。 我们发现了，如果 q 是偶数，p 也必然是偶数。刚才我们最原始的设定的是什么？p q 要互质，似乎没有办法。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？与 p q 互质的假设是矛盾的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个符号。 我们也可以学会学会啊，但是这个的话呢，是要证明的时候才会出出现的，contradict 啊，那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箭头跟另外一个箭头发生了一个撞击冲突，我们就称这个是叫做矛盾。这证明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啊，证明的话呢，这个也可以学起来，这不是火星文啊，这个的话呢是呃正式的符号都可以这么做的，那么。 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是矛盾，然后会导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因为我们假设它是无理数，假设是有理数的话呢，是不是可以可以这样的做？这是我们基本的假设。如果是有理数，但这样的假设，我们发现到后面导致出不可能会按照我们这样的做法，表示我们这样的假设就是一个没有没有可能的。 所以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导致出根号二，是不可能写成 p 分之 q 的格式，两个是整数的啊，它写不出来这样子的格式，所以它必然的话呢是无理数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这一节这个地方，我们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实数的部分啊，在呃。 有理数的部分来说的话呢，我们在日后的一些用用到的地方比较少，但是实数的部分，我们要注意的是哪些部分？实数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要注意的是区间，区间的表达是最重要的。 区间的表达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一定要能够写得很清楚。那么区间的一些呃，像是交集、连集这一部分的话呢，我们要有概念。实数的部分的话呢，是我们后面的话呢常常要用到的基础，所以，我们这个地方实数的部分，大家应该要多多多的琢磨在这一方面的呃这个上面啊。那么。 在有理数的部分跟无理数的部分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比较偏向于偏重在数学的那一部分，我们在应用的部分稍微少一点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用一个欣赏的态度去来看一看。